感谢家人们的点亮。那当然是所有美婷老师们够礼貌，给我这个爱人一点点面子，就稍微照顾了一下。大型活动上有没有展示一下你的社交责任感？对啊，一看就是黄渤老师多好。然后冠城老师，对啊对啊。然后我们就看见了好想他的儿子。我已经造谣了，请你不要辜负。笑什么？没事。啊！就很像个裁判的举牌。少管我！是虎场大拷问吧？赶紧给我播，听见没有？7月23号晚，央视毕业歌会在央视频和 QQ 音乐联合线上播出。周深在成都欢乐谷与大家相约，一起唱响青春之声。关于这场活动，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，因为之前官方给过歌单，周深演唱两首歌曲，分别是《若梦》和《璀璨梦想人》，而且都会有翻拍现场了，相信很多都已经看过了。那么今天再来重温一下，尤其是周深在唱歌曲《若梦》时，现场粉丝高举深字蓝色灯牌，大声的与周深合唱，全场氛围拉满。周深婉转优美的声音令现场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，若梦这首歌曲想必勾起了许多同学的美好回忆。这个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，他是音乐圈里最受欢迎的年轻歌手，9年的努力执着，泪水和欢乐，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用歌声唱出了自己的未来，站在了最高最大的舞台上。直播收获布丁，再到一曲欢颜走上舞台，再到一曲贝加尔湖畔席卷各大平台，此后却落得了个寂静无闻。一首大鱼横空出世，从此出圈，只不过出圈的是歌不是人。从独自跑路边商演到走进央视走上春晚，正如他在央视面对面节目上所说，他珍惜舞台，渴望大舞台，为此始终坚持不渝。我们的歌到歌手到天赐的声音，再到时光音乐会，从无人问津到一个个音综中留下一首又一首惊艳的演唱，从青春环游记到开始推理吧，再到奔跑吧，从陌生到熟悉，从熟悉到默契，造梗抛梗接梗，个子虽小却拼尽全力认真对待着每一个游戏，从不轻易认输。不知不觉中，他成了央视认证的磅礴大气的时代之声，成为了让舞台放心的那个他，可是周深啊，成了那个综艺中的催化剂调和剂。我们看看他一路披荆斩棘，却无法知晓他经历了怎样的涅槃才走到今天。你好，就周深，你好。他怕自己说话浪费别人时间，别人不喜欢听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太敢唱歌，实在是太害怕站在人前去唱歌，很多时候就是害怕大家会记不起有个歌手叫周深，我们歌迷我们一路走来，虽然我们很幸运，但是也是蛮辛苦的。对不起，因为我们人很多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就一步步的走了，小舞台，然后街边，然后几个人的，然后越来越大的人，我害怕自己被看见，我也很喜欢大家。那深埋心底的愿望，害怕自己太喜欢大家，站在台上唱歌都会有一点，我想被大家听到，让作为专业的导师帮我听一下，我是不是能够唱歌，唱出自己的未来。
的周深出道九年了，成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歌手，得到前所未有的电影音乐人奖项。他的荣誉越来越多，他的粉丝也遍布大江南北海内外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，喜欢他。他也没有让喜欢他的人失望，他尊重观众，敬畏舞台，热爱粉丝，礼貌待人，感恩生命和他的音乐界的前辈们。他真的是太优秀了。值得称赞的是，周深没有自我陶醉，他就像乐坛的一股清流，纯净自然，除了不断提高着自己的音乐素养，还拓宽着自己的音乐知识。祝贺周深出道九周年，祝福周深在以后的音乐道路上一帆风顺，越来越辉煌。脆弱。